清平是一个很男孩性格的女生，更洒脱一些，很潇洒嘎嘣脆的一个女孩。而且她是在叛逆当中很有个性。捆在那儿再看。赶紧帮我解开，帮我放开。两次都非常好，你还很有爆发力。一共会扛很多次。导演说：“你看，小彤长大了，以后可以演被人扛的戏了。”这半天没扛起来，因为它比较长。你有没有打算要？妹妹，你啊，大姐，美少女变身。就脏兮兮，第一次就是抹得满脸脏，然后就也不用顾及形象，就这样去打啊，去拍戏，我觉得也是一件很爽的事儿。我最喜欢就那个滚在泥里边那一套，然后因为当时我的工作人员说，哎，我发现你这泥妆啊比彩妆上起来要好看多。我想成为就是一个一步一步靠作品积累起来的演员吧，就是因为我肯定不能说我现在演的有多好，但是我愿意付出努力啊，然后慢慢靠作品啊，可能一点一点积淀出来。要拍打戏，要拍打戏了，就是一副很激动的样子。你看漂亮吗？操，都过去。给我留着，给我留着，是那个感觉，不一定是愤怒啊。开始。